你就是朕的皇后了。行礼。拓跋云，拓跋君，弑君篡位，今日就是你的死期。将逆贼格杀勿论。Thank you.
你果然是装疯。你从一开始就计划好了。我真希望这一切都不是真的。你依然是我的皇叔。原来你也一直在骗我。我不会对不起先皇，更不会与你为伍。各位大人，当初先皇驾崩之时，的确有遗诏留下，但是遗诏不是将皇位传给拓跋余，而是将皇位传给高阳王拓跋浚。当年拓跋余害死景穆太子的真相被先皇知晓，拓跋余安排在先皇身边的爪牙纵爱就此杀害了先皇。此话当真？不错，先皇驾崩之前亲口对我说的。当初你为何要骗我？因为他用尚书府一家人的性命威胁我，我逼不得已只能暂时屈从。可是你万万没有想到，先皇临终之前除了向我留下口谕之外，还告诉了我一个大魏皇帝世代口耳相传的秘密。朕传位给高阳王拓跋浚，还有宫内有一条密道通往城外。臣告退。属下去外面看着。现在事情已经很清楚了，谁是乱臣贼子，想必大家心中有数。你们的职责是保卫皇城，保卫皇室，而不是做那些逆臣作乱的棋子。还不速速离去。是。拓跋余，你害死我父母，害死黄爷爷，为了一己私利，手上沾满了亲人的鲜血，像你这样的人就该一败涂地。朕不明白你们是如何串通一气的。这就是我们之间的感情，没你想的那么脆弱。还有我们的誓言，我们经历风雨的日子，难道你都忘了吗？那些誓言你要记着记一辈子。你给我听清楚，你的结局只能是和柔然之流为伍。城外有密道直通大殿，静待高阳王出宫与其会合。我与拓跋余大婚之日便是入宫剿灭乱党之时，你相信吗？我不会骗你。
未央那天说他不会骗我，我相信他。我们说过一生一世不离不弃，那些听起来是侮辱的话，其实是让我想办法离开皇宫去找李敏德。好一个心意相通。君儿，你别忘了，你身上还有未解之毒，解药在朕的手里。